爸，你猫在干嘛呀？你怎么才下来？我跟这都睡了好几个回笼觉了。不是你要睡，你干嘛不在家睡去？你自己说让我们监督你的吗？哎呦，您吓死我了吧！爸，你要去哪儿啊？爸，从今往后，我陪你出车。这不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？我又不耽误你事儿，我就坐在你身边。不是，人成哥会有意见的，投诉会扣分的。这心你就甭操了啊！谁有意见谁跟我说，保证扣不了分。走走走走走，快走啊！姐夫，刚我们去问过医生了，说你可能还得要静养几天。啊，谢谢雨晴，我好多了。行吧，雨晴，你跟那姐上外边等我一会儿，我跟她聊两句。爸，好好说话。我知道。爸，你心脏不好，别动气哈。啊。郑志军，我承认啊，我打你不对。哎，你现在脑子不迷糊吧？哦，那你说说，你以后准备怎么办？当年我就不看好你，对不对？我闺女条件多好啊，人长得漂亮，学历又高，工作能力还强，她想找个什么样的没有啊？嫁给你就已经是吃了大亏了。你呢？你现在刚刚做出一丁点成绩来，就跟你们单位那个小姑娘不清不楚的，你还有良心吗？你对得起我闺女吗？你说吧，你打算怎么改？我先听听，然后我再决定是不是我再给你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。我想好了，你说。说什么？我说离婚。啊，既然您把话挑明了，那咱就直说。您昨天打我，肯定不是因为那点事儿。您说的没错，打从我跟多云交往，您就看不上，觉得我配不上多云。是，我是从小地方来的，学历不高，家境也不好。那我找多云，那叫高攀。那多云嫁给我，那叫下嫁。那按您说的话，那城里那么多好小伙子排着队想娶多云，怎么就找了你这么个人了？您心里那叫一个不痛快。您跟关振雷在背后从来不叫我大爷，只管我叫程总大爷。没错吧？是这么回事吧？我没冤枉您吧？所以这么多年，我在公司我拼死拼活，我当牛做马，我为什么？我就想做出点成绩，我想让您瞧得起我。我就想争这口气，可后来我当了部门经理，我也买了房，我也买了车，又怎么样？你照样瞧不起我，我做什么照样不对。不不不，陈世军，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家对你不好是吗？哎，
你自个儿说，你哪次上我们家来？你岳母她不是好酒好菜的招待你啊？做人做事她有良心。那好酒好菜是招待我的吗？爸啊，如果我陈志军一个人去您家，我会有这种待遇吗？啊，我那是蹭您闺女的饭。换句话说，我自己我都不敢去您家。您知道吗？每次到您家门口，我想到您对我那张冷脸，我心里我就慌，我就憋气，我就恐惧，我喘不上气儿来，我难受着呢。咱不说这些，咱不说，咱就说这些年我对官家怎么样。那时候，弟弟妹妹还小，未成年，什么事儿不是我这个大姐给我顶着？我该出钱出钱，我该出力我出力，我哪句话我打过磕巴？我说过一个不字吗？结果怎么样？换了什么？啊！我就是把这条命卖给你们官家，也换不来尊重。我跟你说，我受够了。哎，姐夫，你刚说的话我们在外面都听得一清二楚。先不说我们家对你怎么样，我爸对你什么态度，就说这些年我姐为了你，为了你们这个家任劳任怨的，你还想怎么样呀？这不是你出轨的理由吧？为这个家啊？为哪个家？为我们家还是为他娘家？你自己问他，一星期至少有五天回娘家，对不对？过年过节但凡我们单位发点福利，发那购物卡还没进我兜呢，直接就奔娘家去了，是不是？我没冤枉你吧？就是平时发点卫生纸都往娘家送。得这物事这些东西咱不说，应该的孝敬老人家可以，但精神上呢？多云，我每次想跟你交交心，咱说点贴心话，十句有八句是你爸妈，还有两句剩你弟弟那儿，是不是？我轮你一句了吗？我是你丈夫，你当我是谁呀？啊，我空气吗？我在这个家我还有一丁点地位吗？我跟你说，我太难受了，我根本受不了我。15年我就是这么过的，多云。我承认，当初咱俩在一起是有感情、有爱的，否则咱俩不可能走在一起。但是咱怎么走到今天呢？为什么会这样？我寒心，我知道吗？我活得不像一个男人，我没有自尊，我不像一个丈夫，不像一个女婿，不像一个活生生的人，你知道吗？什么都别说了，我不想再做这个舔狗，毫无尊严的舔狗，不当了。